两年过去啦，就咗机械人呢个旅程，发现自己有好多唔同嘅不足，由人哋方面睇到，可以自己有点样进步。唔单止系一个技术上边嘅互相学习啦，亦都系一个友谊上面嘅建立，亦都识到唔少嘅朋友啦，管理一班新入嚟嘅队员。而呢方面其实系唔单止对自己系一个记忆嘅重温，亦都系自己一个领导能力嘅一个挑战，一个试炼。因为实践嘅经历其实系对自己嘅将来同埋自己嘅知识上面嘅发展都有帮助啦。人生就系要有一次咁样过。我系黄子豪，化学科课程二年级学生。HKUSC 和 YC 2018及2019年度队员。